思密达解酒。真是个细心的男人。如果无畏能跟你加在一起，就可称得上是完美了。为什么跟他分手？那你为什么和杨子旭分手？他好像对你很有感觉。那女孩对你也很有感觉。但是爱情并不是只靠感觉就能生存的，不是吗？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爱情很有可能成为你这辈子最大的一次投机，而婚姻也可能成为你今生最大一次妥协。像我的座右铭，生活以快乐为基准，爱情以互惠为原则，并不是我独创的，只不过是顺应时势罢了。你就没有爱上过一个男人不是因为投机？在外面，现在吗？好，半个小时到。看来今天的电影又看不成了。是无畏，除非他有很重要的事情，否则他不会现在找我。我送你回去吧。去哪儿？去他家。你那什么表情？是吃醋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呢？不是就好，因为我跟他是不可能的了。一起上去坐坐吧。他找的是你。行，那车子你开回去，明天到公司还给我就行。那你怎么办？啊，明白了。你误会了，他会送我回去的。好，那你慢点开。好，拜拜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还是很守时啊，时间刚刚好，零点过三分。今天是18号，我想成为第一个对你说生日快乐的人。生日快乐。谢谢，我自己都忘了今天是我生日。我不会忘记。你好像永远不记得自己的生日。为什么要时刻提醒自己一年老过一年呢？别怕，有我陪你一起变老。来，欢迎回家。这应该是我们一起度过的第11个生日。谢谢你每年都记得。记得去年你来美国给我过生日的时候，那天股市暴跌吗？那你可以知道我的损失有多惨重了吧？后悔吗？唯一比炒股更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此。9个月吧。
直在等你。先回家了。为什么？我今天酒喝的有点多，头晕。可是，不要勉强我行吗？好吧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今天是我生日，都听我的。你怎么没走啊？我，你是担心我？你怕我住在这儿？不是，就是有点累，睡着了。你还挺快的。今天是我生日，他希望做第一个对我说生日快乐的人，他刚才已经说过了。生日快乐。崇尚自由的射手座女人，无畏是狮子座的，两个火象星座的人在一起会很快的耗尽彼此。那摩羯和天平呢？他是天平座的，风象星座的人是土象星座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。好了，送我回家吧。告诉我，你晚上都没睡。我睡了。怎么了？想哭你就哭出来吧，哭出来会好受一些。你别把自己憋坏了。我为什么要哭啊？我去给你做饭了。你吃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要看看冰箱里有什么东西。虎哥，大德的广告电丝可不是小数目啊。小猛说是你答应的。对啊，有问题吗？可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必须停下其他的业务，才有足够的资金垫付各种前期款项啊。停就停吧，做这么一个大单子比做100个小单都有利润，都有影响。这我肯定知道啊，可我就担心呀，这万一出点什么状况，咱们公司可就……哎，小猛啊，到我这来一趟。老师，我每次想哭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拿出来吃，吃上它，你就不哭了。老师哭了，老师哭了。石头剪子布。我赢了，你们怎么
我没事啊。哟，你发烧了，赶快去医院。没关系的，我还行。哎呀，有事儿就晚了，快走。我是刚刚给程峰打过一个电话，他说没问题，就这几天，等他们家老爷子从医院里边出来了，哎，第一笔钱自然就打过来了。哎，胡哥，您怕什么呢？合同在咱们手里握着呢。也是，但是现在头期的广告预付资金就需要我们垫上上百万呢。哎呀，要不然这么着，胡哥，咱现在把大德所有的事先停下来，钱到位了，咱们再开始干活，您说呢？哎，第一次合作不能让大德觉得我们太小气没实力，诚意还是很重要的。对，小某，继续你的工作吧。好。这刚才的提议，大家还有什么想法？程峰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按您说的办，您说的都对。我希望开会的时候你专心一点，认真一点。现在程总不在，你要尽快熟悉公司的业务，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来。洪叔，我已经挺努力的了，再说过两天我新助手就到了。新助手哪儿的？哪个部门的？他不是咱们大队的人。空降兵直接来做你这个代董事长的助手，他是什么资历啊？他什么资历您就甭管了，反正程总知道这件事了。你要不相信您直接问他去。希望你这个助手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，不是谁都能胜任这么重要的职务的。我们俩总不能老在一张床上睡觉吧，不然的话我会对你产生感情的。什么呀，你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有点不舒服，园长怕我传染给小孩，所以就让我回来休息。你哪不舒服啊？头特疼。哎呦，好像真有点烫。哎，得去医院看看吧。没事儿，我一会儿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。什么没事儿啊？走走，我陪你去医院。哎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哎呦，走走走，陪你去。哎，哎，别啰嗦了，快点。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个议题，老梁，还是你先说吧。好，这是财务总监卢曼佳昨天交给我的最新财务报表，这里面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，你们甭等我了，接着往下说啊。哎，你现在是代行董事长的职务，这么重要的议题怎么能避开你来讨论呢？讨论，讨论，讨论，不管了，讨论，讨论。喂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在哪儿啊？哪个医院？我马上过来，马上过来，你等我。哎，这电话非常重要，我必须得出去的。那个各位股东有什么事儿，全听洪副总的啊，全听，我没意见，我没意见。逼迫佳佳呢，这是啊，把咱们一大堆活人都搁这儿了。哎，钱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加一会儿，行了会儿啊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女朋友她生病了，我一直着急，你知道吗？
这个生病了也不能违章，一点开呀、啊。没错没错没错，不是这么着，您要伤要剐要剐要怎么着？你快点，没事，没那么大事啊，挺小一下，处理一下人好了过来了。咱们从快点行吗？等会儿，我有一个病人在医院，真的特别着急。那你也不能违章，你看你让上面走多危险，是不是？行行，这么着，您罚款的，那是够吗？您别给我啊，给工商银行去啊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给工商银行多危险，你看，哎，成了，你等会儿。您好，您车牌子呢？不是，警察叔叔，你先把我处理完行吗？等会儿，我先结了再说。哎，你人回来，你车都不要了，赶紧回来，哎。李健啊，要不然。你上我这躺会儿来。不不，谁知道你是不是甲流啊？会不会传染我呀？也是啊，我这个病还有潜伏期，说不定早就被传染了。看来你是好了吧，都学会吓唬人了。哎，再来一个吧。啊，我说你怎么还随身带着牌啊？当然了。不是，我这林半仙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我不信这个，林夏，我知道你想安慰我，你不用绕这么大弯子。我可不是庙门口算卦的，算不出你爱听的前世今生。我是有一说一，而且这个时候算很准的，因为你现在阳气弱，阴气重，可以通灵哦。那这外国人还讲阴阳啊？我林半仙自创的，中西合璧，所向披靡，哈哈！哎，来算一算，转机是何人，在何处？洗牌三次。哎，真的不算了。哎呀，沈霞姐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就算陪我玩会儿呗，我都闷死了。服了你了。这张牌代表数字三，也就是说你的王子会在未来的三个月、三个星期或者是三天出现哦。你怎么不说是三年或者三十年啊？那个时候你浑身鸡皮还等什么王子啊？照我说就是三个数，一、二、三。让我来接你们的吗？我是让你来当司机的，不是让你冒充王子的。你出去，出去再来一次啊！咋的呢？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来，多喝点水吧，感冒发烧一定要多喝水。嗯，我不喝了，谢谢啊。我也要喝。这么近自己动手。我要你开的。你没病干嘛不自己动手？你就配给美女献殷勤。你终于知道自己不是美女了。男人分两种，一种是好色，一种是非常好色。你属第二种。你别一句话给一般人的下定义啊！你懂什么叫男人？我是不懂什么是男人，但是我懂你，你就是非典型性色狼。你对你那么好，对我好一点能死吗？我终于知道了，我对你好我就能死。凭什么呢？那个，我有点难受，我想休息会儿。你们不用陪我了，要不然你们先回去吧。就是个祸害，来干嘛来了？走。嗯、胡哥，这两条广告片的制作费，财务这边需要您签个字。嗯。其他的事儿落实的怎么样了？广告箱车底还有网络都签完了，用不了半个月。满大街满目满眼都是大德的广告，胡适的名字，很好。强猛啊，我胡荣强确实没有看错人。这样下去不出三年，胡适我胡荣强之下就是你石小猛了。谢谢胡哥。小猛啊，你不要忘了，我可一直把你当我亲弟弟看。胡哥，我一直当你是我亲哥。
你看他那表情强吗？其实他的心啊，被学校美丽王八蛋给烧透了。别这么说，小马，我相信每个人选择都有他自己的理由。搞屁理由啊！你看人家沈冰多可怜呢、啊，我骂石小猛两句，你倒不乐意了。半斤八两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医生到底怎么说他呀？有没有别的事儿？说他有轻度抑郁症啊。抑郁？啊？怎么才能治这个抑郁啊？我就不爱说你，就不爱说你。你平时那么会哄女孩开心，这时候你不会啦？哎，要么打电话问问小猛，他喜欢吃什么，喜欢干什么？千万别呀、啊！那沈冰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让我们管他跟小猛的事儿。这两天，咱们就多陪陪他，别让他想小猛就行了。哎，要是我没有那么皮厚，我也跟沈冰似的。为了爱情把自己弄得柔柔弱弱的，然后就病倒了，你会不会对我也好一点啊？姐姐，我求你了，千万别东施效颦，你这样气壮如牛挺好的。你才是牛呢，讨厌。你夏天没事儿，做好你的全职司机啊。我车还在警察那扣着呢。收盘之前把华兴的三个个人账户空仓。现在？嗯。那损失可不小啊，要不要我先计算损失再卖出去？那不用了，跌倒了可以重新爬起来，现在如果不止损理清头绪，恐怕失去的会更多。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说放下就放下了？我想把我的注意力暂时从股市上放一放。我原来以为在开盘时间离开电脑屏幕会变得非常焦虑，但事实上放下一样东西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难。当你决定要放下的时候，整个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过去了。我怎么觉得你变得不太一样了？有吗？嗯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你变得不再那么焦虑，不再那么钻营，不再那么和自己较劲了。那是因为我要分一部分精力去和别的人别的事较劲。这两天我面临一个新的挑战，比股市上的挑战更艰难、更复杂、更刺激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，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。我明白了，你是准备从商场转向情场。祝你好运，老大。谢谢。这个笑话好好笑，我眼泪都在笑。好啊。哎，你笑点好高啊。哎，你们俩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朕请客，天下美食随你们挑。哎，那你吃什么呀？要不吃点清淡的，不那么油腻的。随便吧。别呀，最怕人家说什么随便了。要不回家吃火锅？哎，我同意啊。要么咱们一会儿去超市买点什么山盘海鲜之类的，晚上朕亲自下厨给你们做一道特别正宗的港式火锅，让你们什么叫饕餮。哎呦，拉倒吧你！火锅还用做吗？就往锅里一煮就好了，净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有脸吗？要脸吗你？我是用爱心做的，那能一样吗？味道？不用这么麻烦吧，一会儿你把我们俩送回家，随便吃点什么。怎么能随便吃点什么呢？你现在是病人，你现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。那你爸不也生病在医院吗？你怎么不去医院啊？我他早好了。
他现在比我还精神呢。再说他旁边有保姆照顾着。他跟他爸最好还是别老见面了，有些事你也不是很清楚。为了我和他彼此的身体健康着想，我们还是少见面为好。出发去超市。走喽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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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草莓要开了，气死！有人买单的感觉真好。哎，这么多东西咱也吃不了啊，要不然多叫几个人吧。我要炸死胖子，还有臭老吴。那咱们分头打电话。啊，我给我弟打。我刚才买什么？哎，老吴，晚上朕亲自下厨，速度到临下交包。你没病吧？你做那饭是给人吃的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关键是安慰一下沈冰，他刚刚跟小某分手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这两天吧。可作为兄弟，你也应该安慰小猛啊，不全为沈冰了吧？嗨，都是朋友嘛，我觉得都需要安慰。行，那你先去安慰沈冰吧，晚上我约小猛，问问情况再说。先这样吧。怎么样？他晚上说有客户，老吴。死胖子也是神神秘秘的，说他约了人。约人？吴迪，咱晚上一起去吃饭吧。又是饭局啊？不是应酬，就我们俩。吴总，我今天晚上约了个哥们儿。OK， 我约其他人好了，拜拜。吴总。生日快乐 ！Thank you。先生，先生，什么？不用等了，今天也不是他上。其实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谢谢他帮我度过了一个难关。啊，行，那我一定替您转达，好吧？啊，哎，你方不方便给我一个他的电话？这好像不大方便吧？不方便。那好吧，谢谢。哎。喂，跟沈冰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一个男人一个女人，高兴的在一块儿，不高兴就分开了。跟你们两个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的？先点菜，服务员点菜。哎，来了。你跟沈冰好的时间比我跟小西时间还要长。哎，咱来个凉拌牛肉怎么样？我跟你说话呢，我听着啊。待会儿再点。哎。我觉得你今天气色不错，非常之好，春意盎然的。怎么的，单位单美了是吧？财色兼收是吧？你能不能说两句正经的？现在正经的就是喝酒吃菜，为了等你我已经饿昏了。我今天就不是来陪你吃饭的，我就是想问问你跟沈冰到底怎么了。你们两个要是再分手，我就真不敢相信什么爱情是可以长久的。也许爱情本来就不是什么长久的东西，可能我们都错误地估计了爱情的保质期。这话可真不像你说的。哎，这话还就是我说的，所以我觉得我跟你也说不明白，咱先来两瓶啤酒总行吧？来俩啤酒。哎，好的。我不明白，我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经历比你多，你以为杨子熙给我的待遇是一般人能接受得了的吗？我还从楼上掉下来了呢，我是从鬼门关前走过的人。你经历过吗？我没经历。你承受得了吗？我承受不了。事实就是，你们家杨子熙让你成长了，让你从男孩长成男人了。那么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在旁边看着看着，我也成长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真的特别不喜欢现在这个状态。你要拿我当兄弟，你就跟我说句实话。您的啤酒。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没感觉了。没感觉了？我认识你这么久，你没有一件事是只凭感觉。好，我不跟你绕圈子了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事儿跟疯子有关系吗？
怎么跟疯子跟谁跟疯子？你太八卦了，你人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明白了，你就是跟这个你们单位的女上司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你就八卦了，对不对？行，没关系就行。前一段时间我还挺担心的，我真的不想我们三个因为什么事情闹掰，我更不想失去你们任何一个人。老吴，你不会失去我们的。想什么呢？我给你加那么多菜，就吃了一点点。我不饿。你不饿？是不是这港式火锅不合你胃口？要不然加点辣，变川锅的了。嗯，不用，挺好吃的。那该不会是抑郁症的前兆吧？我警告你，你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明天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。老师，我也要去精神病院。报告，我也想去。又跟我学？哎。你不能去啊！我为什么不能去？因为你是刑满释放人员，如果你去的话，精神病院的大夫也都疯了，都疯了。哎，那个金针菇，我金针菇没拿。哎，金针菇，金针菇，我请你金针菇。哎，其实。杯，庆祝我跳槽成功。跳槽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大德。你要去大德汇通？哎，怎么？人往高处走啊！所以你不要担心，说我跟疯子，我们俩会就不可能。我们俩不但不会分开，而且我们俩会联系的更加紧密。怎么会有？这么一个决定，不是这个东西很不好理解吗？你知道上班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就是我看着别人去干活，我领着别人的工资。咱们这堆人谁做得到？疯子。所以我向他看齐。那么这一杯，就是我新的生活的开始。祝福你的选择。那沈冰呢？你不能一直让他住在林夏家吧？你现在去找他，他一定在等着你回心转意。沈冰呢？从现在开始，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。你说这话怎么就那么没人性啊？什么叫跟你没关系了？哎，你受伤的时候，你找手人来了，你现在说没感觉了，你一挥手就要人家走。咱俩不一样，我们没你那么婆婆妈妈的。那你说什么是男人啊？什么是男人？男人就应该负责。金针菇，金针菇，金针菇。哎，关键时候一招都使不出来了吧？你那绝招呢？打手的那个。将我上峰，纵横江湖数余年，全靠此一决心，才能独步江湖。他这招可厉害了，当初就是靠这招迷住的我。我一直不知道答案是怎么回事，也许你能知道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神奇的魔术，这掌声也太奇落了吧！你不觉得很神奇吗？是挺神奇。哎，沈冰肯定有好奇心，反正他在，你告诉他怎么回事呗。那可不行，我这魔术传男不传女，以后准备传我儿子呢。那我给你我吃好了，慢慢吃啊。
说真的，以前人问我石向猛是一什么人，我敢拍着胸脯子跟人说出过一二三四了。现在呢，自己看看你现在这样，你让我跟别人怎么说？要有人问你就说，说他石向猛什么都没有想，他想的一切都是为了生活，他只是为了活着。沈冰是个好姑娘，她每一次看你的时候，她眼睛里只有你。老吴，老吴，我知道你说的都在理，我都明白。问题是我们俩现在能不能不说这个，换一个话题？你上哪儿去找这么一好姑娘啊？哎呀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你现在回沈冰他们家去找，你让我帮你说什么我都可以说，你让我怎么样我都可以帮你去做。老吴，你要干嘛呀？我说了，你说的都在理，你说的都对，我都理解。问题是，我能给沈冰什么？我只能让他跟我穷一辈子苦一辈子，所以我认为不如现在趁他大好的年华享受享受什么叫做生活。等有那么一天说我石小猛我起来了，他又愿意回头，我可以再把他追回来。放屁，等到那个时候人家孩子都满街跑了，你还追个屁啊。我不管他什么状态，我不在乎，只要他回头我一样可以接纳的。我就不明白这个物质跟爱情当中它到底差在哪儿了。我们总是在说这个故事的结局有多么多么的不好，那是因为我们对故事的要求太多，爱情它根本就承载不了很多的附加条件。你觉得物质不重要对于爱情，对不对？可以，我先跟着你这个角度去认识，没关系，物质不重要，我们就要一个心酸的纯粹的爱情，没问题。我现在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他上班上了一天，累得巴巴的，走不动了，说我想打辆车回家。可是跟我在一起，他不能这样做。他能说我逛商场，我看着这橱窗里有一双好看的鞋，哎，我刷卡买，不能。哎，这个橱窗里有一个好看的包，我刷卡买，不能。永远跟我过不了刷卡买东西的日子。我连一间蜗居都给他买不起。老吴，物质就是爱情的氧气，没有氧气人会怎么样？人会窒息，人会死掉了。真是一套漂亮的托词啊。但我觉得你玷污了爱情这两个字。您不就是想要一份纯粹的爱情吗？纯粹的爱情谁都想要，问题是作为一个男人，我们不可能只给人家一份纯粹的爱情。可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需要面包的爱情。兄弟啊，老吴，我佩服你。你知道为什么佩服你吗？因为我发现无论你跳楼也好，入地也罢，你没成长。哎，不管杨子熙怎么教导你，你没成长，那我祝福你，祝你幸福。那是因为他糊涂，他不明白。你也没明白，疯子更不明白。你们早晚有一天会知道爱情究竟是什么东西。爱情是什么啊？爱情就是平衡这个世界和社会两极分化的一样法宝，穷的找富的，老的找小的，美的找丑的。为什么只有这样才长久？因为只有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之后，这个社会它和谐了。哎，和谐了。那感情呢？人是讲感情的。哎，这两人全都放不开，所以他不快活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感情变化多快呀，这都多快呀，只有快感可靠。你变了。谁能保证自己不变？可是你变得像疯子似的。
我不喜欢你这样。忽然间黄昏，下雨落下，夕阳飘洒，尽管了我的忐忑，在眼前你就像溪流，像的火焰，像星辰，像一个谜。我是如此的爱着你，几乎已经彻底忘却这个世界。你充满了我的全部思绪，神思落兰香吧，挥之不去。这感觉就像是完全的眼眸，爱已将我深埋地心，给你绝望，彩虹还是永恒凝望孤星生。